9月25日，廖碧儿应邀出席钟表展览活动。今年忙于在内地拍剧的廖碧儿，最近一个月却频频回港出席活动。除了工作以外，原来也忙着参加朋友的相亲饭局，争取多认识点朋友。也难怪，眼看旧爱陈豪都快当爸爸了，姐弟皆成家的廖碧儿自然也得加把劲儿了。说到心仪男生的条件，一向被指是拜金女的廖碧儿表示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疼我了，然后因为我们时间比较固定，所以如果我要去不同的地方，真的很难认识男的，这个有一个定的男朋友，因为现在这个时间不太多。既然感情空窗，就只好多培养点爱好了。从2008年就开始自行酿酒的廖碧儿，最近在微博大秀自己的获奖白酒，但被问是不会将此发展成一门生意时，他却无奈表示实在没有那样的时间和精力。现在没有，现在是我的 hobby 一个，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，我开始在美国酿自己的酒，然后去法国，所以如果我有时间，很敢去每一个地方。看我的酒，提我的酒，那是真的没有，因为现在我都拍戏嘛，所以真的没有时间可以摆在这个样，想要做一个真正的生意。也许对此刻的他，能找到一个举杯共饮的好男人，才是最踏实的幸福吧。